就对啦。哇，我们来到了这一间 SB 的一个 cafe， 叫做 Galaxy。所以我们身边这一位呢，就是 Galaxy 的厨师。想问你叫什么名 ？Hello， 我是 City Side Future。OK， 欢迎到我们的 Galaxy S Cafe 哦。好，好。想看桌上的食物呢，也是你自己本身的吗 ？Yes， 是全部是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啊，自己煮的。OK， 大概介绍一下吗？介绍一下。OK， 我们有四个。这个是我们的 pasta， 有 shimeji salmon，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signature chicken burger， OK， 然后我们有 parmesan chicken， 还有一个是我们是有饭哦，这个饭它这个是什么肉来的？啊，羊肉，羊肉来的啦，它是煮法是这样子，因为看到有一点特别。这个 X 我们的 rendang， 我们 signature 的哦。哦，你们的 rendang 啦。啊，你们就是必点的啦，一个羊。哦，他的 burger 也很特别，我第一次看到是这样子，他把薯条穿插进去的。还有就是桌上的水，你看这些不是 colorful 的，小孩子最爱。这个水啊，我们吃现在是 Spiderman soda， Spiderman soda， 对，我喝看，我喝看，你喝看喽，吹，有没有会飞？会飞吗？很甜甜的感觉，小孩子会很喜欢。Spiderman 哦，孩子喜欢这个水。是是，它颜色已经吸引他一半了。这个是 chocolate extract， 这个是我们的 tetari， 哈，这个是我们是 Bandung traditional， Bandung 什么来的？ Bandung， Bandung 马来人都喜欢，啊，马来人说啊，那个辛辣吧，哈，辛辣，对，就是 mix 跟那个好像有青椒，哦，有青椒，是马来餐都会必点的，啊，全部是啥子？有我们。有 Chinese， 然后马来，然后Indian， 就是 mix 在一起的啦。然后这个全部是这样。真的很谢谢我们这个 Miss You 介绍这些他必点的 signature food。是，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啊！哇，我刚才那个厨师 You 他还会说华文呢，玩完了你。真的，这个 Galaxy Cafe 真的是很不错，而且呢，它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凡是生日的人可以来这里庆祝，而且他们还是免费的跟你们布置，精心布置哦，只要你们提早预约就可以了。是，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家庭有家庭式的你们呢，一定也是要来这边，因为呢是每逢星期一，小孩子呢都有免费的那个食物吃的。哇，真的看到桌上食物，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吃了，那我们先尝尝看吧。好。嗯，好有点哦。咋？谢谢你。羊是羊了，都是好好的。羊是，很好看。有锅吗？没有锅。